为了感谢餐饮业人士每日无言的付出，又为了令他们得到福音，加拿大华福中心特别发起大多市福林餐饮业人士运动，在各个地区不同的教会举行大型的2013向餐饮业人士致敬综合晚会。详情请参阅《浩国月报》和《真理报》，亦都可以浏览《浩国月报》网站。查询请致电华福中心或者多伦多短宣中心。